刻盘，又是一块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拿到！不，等等，不是我，你是谁？为什么要？阿玲，阿玲，你在想什么？怎么突然就？ 神色这般古怪。 我没事，我拿到刻盘了。我先净化食物，以免食在凝聚。我来。 这新鬼刻盘碎片并非一眼就能看见。 九阴在此要找的，恐怕不是刻盘。我们还是再探探这儿。这，那好吧，但还是小心为上。是，是那个人。夏侯大哥，你又要去哪里？你消失了那么久。别跟着我了，我要去和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。 这么久，你终究还是放不下。我早说过，只要时轮还在运转，只要七曜还在天定分居。但若是你真的重降下楼兰，那不是他愿意看见的。他曾说过，这里与幽界不同，这里充满生机，他不会愿意你。这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推测，何况。 那只是当初。如果知道如此生离，当年不如。就是尘世毁灭，又如何？夏侯大哥，你变了。以前你……人说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但若不当初，何来今日？早年的夏侯仪，在天幕降下的那刻，就已烟消云散。 而今，我算明白了当年霍庸所为，为何要将未来的事留给未来？这是……这难道是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？这个人的话，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吗？这是……这。 尉迟哥，这是你？那女孩是谁？这难道是……你要去哪里？现在，就连你也要背叛我吗？尉迟，每个人都有一条必须要走下去的路，就算众叛亲离，这点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？ 你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你早就知道我到底是谁，是不是？哼，知道了如何？不知道，又如何？尉迟，我们来日冰融再见。妈，这些话什么意思啊？这。 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为什么我也不在？是那个时间到了吗？呀，谁来了？这他看得见我们？喂喂，依依，休得无礼！这人像是第十三代斋女葛云依。 哎，他好像看不见我们呢，但他又嘀嘀咕咕的，难道自己在这自言自语？啊，原来是尚且不存在的人啊！果然，事情还是按部就班的在发生啊。时间的力量一直只存于传说，但时间。 是在何时诞生的呢？
我每年的这时候都会在这儿等一会儿，就想等等看是不是会有人来。想来这时候来的是那个人吧。你去加夏之窟吧，那里欠你一个答案。我们快离开这地方吧，太诡异了。先去加夏之窟。这十三代斋女的话是对我说的吗？我喜欢这个人士，我真的不想这样毁了他。幽先生，幽先生，石之系降临的环宇内，为什么我还是没法查探？你实话告诉我，你让我别管石轮之力，别管过去的事情，过往里到底藏了？藏着他的过去，他的野心，他死而复生的秘密。圣女，事态已经失控了，石轮的力量已与世间万物产生了呼应。但你现在才发现呐，是不是为时已晚了？哦，也不是。这些事儿可不是你的幽先生希望你知道的。是你？哼，你居然还在？我以为先生早把你炼化了，你倒是说说，什么叫事态已经失控了？什么叫死而复生？死而复生的事儿我可不知道，但我知道那一天，我死亡的那天，他重新诞生了。你的幽先生若非得了星耀之力，可没法吸了那幻剑之魂。幻剑是混沌化力之物，集魂连龙喉都掌控不得。你的幽先生若非机缘巧合，怎能炼化得了？星耀之力，死而复生，他果然是想让那个人复活吗？哈哈，他造出的那个人偶没法得到魂魄，他就想逆转时光吗？所以呀，塑造星轨刻盘的那些星耀之力，能降下的可不只是幻城楼兰，还有生死，但作用只有一次。哼，石轮宫藏着星轨刻盘，就是在用这刻盘的力量维系早已该覆灭的所谓的世间平衡。你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知道这么多事？祭魂之人所知当然多，你的幽先生想炼化我，不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记忆，得到真正的创世之秘吗？哼，那就试试吧，时间和刻盘两个都该是我的。邪魔外道，天之大道，将涌在我石轮宫这边，而你们，哼，各有野心，各有欲望，原生的罪孽会让你们自己斗争，将你们一步步推向最终的灭亡。